咚咚锵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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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咚咚锵。就和钢针仔不如东海，硕比南山，一统江湖，天下无敌。咚咚锵，咚锵咚锵。你安尼是在创啥？是安尼啦，钢针仔，你的身体恢复健康啊！照理来讲，这是一件哦，足大家庆祝的大喜事。啊，结果你竟然安尼踮起起就回来啊，真正足唔是款的啦。所以哦，我才会专工用这个人屎啊来替总裁你消灾解厄，迎接哦喜气。哎，还佫有啦，我特别用总裁的名哦做一条藏头诗哦：重生永续命，仁义私有财。里头啊就是中人，啊里尾哦就是财甲命，意思就是哦，你足有钱嘛有命哦，通好开。哦，我尼好吉兆的对无？陈东俊，你这戆镜头，我唔像你讲过啊！啊，你有家中爱精神，那是听到总裁的脚步声，赶紧藏起来。结果你煞乒乒乓乓走来遮，你是唔惊总裁给你累死哦？唔是啊，我是真足有心哦，是要替总裁来庆祝的呢。虽然讲哦，这八卦真无聊啦，啊，不过，嘛算讲是有心啦。对啊，我是真正足用心的啦。那有像像这饭菜啊，啊，清清菜菜哦，送一部花哦，就是要收过啦。哎，花开的时间哦，拢嘛足短呢。你敢捌听过昙花一现啊？敢讲你今嘛是咧纠缠江总裁的回归，只是昙花一现啊？你莫听我白讲啦。隔壁啊，你千万别个相信哦，这个陈东俊啊。伊即马手头已经有五级集团的股份啊啦，所以一定会三心两意，食死鸡瓦大便。那有亲像我啦，对你哦是完全忠心啦，我是吼全心全意的奉献。哼，一口溜溜，够好意思讲你家己干那剩一粒忠心哦？你阁有偷偷抽总裁的血去做壶仔水哦？哎，总裁啊，你清醒过来的时阵，是毋是感觉头晕晕，有一种？贫血现象啊！哎，拢是因为哦，饭菜下趁你昏迷的时阵哦，抽你足济血，伊拢无咧客气的啦。你了要讲啥啦？抽血做我做的人是你妈妈，唔是我啦。客伯啊，你莫相信伊的话啦，伊拢了白讲。我无白讲哦，那毋是因为时间无够，我看你早都甲总裁会拢抽了了，一个一个摕去卖啊啦。陈东俊，啊啦，站不起啦。谁国家加讲一句话？我哩叫谁？给我吐一碗血出来！你什么血色哦？我清清楚楚啦。我昏迷迄段时间哦，哼，恁姐姐拢在想家己出路，无半点忠心度。我伫病医倒的时阵，利用黄金身体替我做代志，恁的真面目吼，我拢看了清清楚楚。莫继续讲哦，你用这种花草布。我就会帮恁耍哦！你何尝献嘴皮，先甲我满意，先甲对方出声，我来饶上一条命。给，江道生给我这个机会，我就好好拍。我早就是要拍你，饭菜哈，接招！陈东俊，你竟然甲我拍到这尼大力，算起来我还当做你的大妈呢。看我怎么修理！夭寿，这若塞落哦，我马上就破相啊！饭菜啊，你真叫够凶的呢！你有气来，我有暗气啊！来啦，上加上！哎，咱拢拍较细力好不？互相保命啦！这两个干巧的少年，头脑是真好啦，偏偏拢袂信任的。啊，不过，因一个是陈忠信的亲生后生，一个是陈文耀的亲生妈妈，表面上甲陈家的人拢温断义绝啦。啊，
果真正到生死关头，陈忠信甲朱丽萍是无可能目睭金金看到陈东俊死，陈文瑶嘛一定救伊亲生妈妈。这两个人是我将来来对付陈忠信甲朱丽萍的人质，阿西甲因留在身躯边。好啦好啦，别遐蒙来蒙去啊！你蒙啥看的？无路克伯，我拍卡真大力呢。别遐讲白插啦！我看恁哦，方只有求生欲啊！我阁予恁一届机会，啊，不过以后，若我发现恁有离心，我是绝对袂放恁煞的。多谢江总裁啦，我绝对是哦。鞠躬尽瘁，死而后已。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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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拢甲出去啊！好了，好了。多谢你。这敢是你甲文瑶亲手做诶？是啊，啊，阮想讲哦，既然是要祝贺恁白头偕老的结婚礼物，就一定要亲手做，安尼比较有心。哦，是这顶冠写的这英文是阮两个名的英文缩写哦。是啊，啊，我发现哦，恁两个名中的启甲倩拢是字母 C 开头的，啊，这就表示哦，恁两个那是心心相印，而且个默契十足哦。表情哦，袂输是头一届收到查埔仔送的礼物。对啦，阿我啦头一届送我的礼物是亲手画的卡片。你讲啥？我拄则讲啥？你拄则讲我。你拄则讲超越头一届送你的礼物是亲手画的卡片，这是什么意思？敢是我细汉时阵送阮爸的迄张卡片？应该是安尼忘掉啦，港英团。爸的身体机体哦，愈来愈明显，愈来愈强。那是因为恁阿公江道生，伊牺牲你来进行转生，所以当初恁爸的父爱才向结出来。我知影，我知影。啊，不过自从啊，迄个危机解除了后，我足久无安尼啊。可能是收到这个礼物，伤过欢喜，所以江英团的身体记忆又搁走出来，结果煞予你伤心了。无啦，我唔是伤心，我你莫安尼讲，我顶多爱感谢你，让我知影，阮爸有偌尔爱我。每一次我感觉到阮爸的爱的时阵，我都会感觉足思念，足感动。
其实今天我送礼物过来，除了这一晚哦，我还有一个不情之请。你要什么要求？照你讲，我若是做得到，我一定哦替你做个够。虽然我知影你不是阮爸，啊，不过我还是希望以后你会当继续叫我阿文，我嘛会当叫你一声客伯。叫你阿文当然是无问题啊，啊，不过爱你叫我一声客伯，我感觉淡薄啊，要互你偏呢。我白讲，明明是咱这么的便宜呢，超越卖菜。我是真愿意和你甲文瑶叫我客户哦。啊对，我那无收到，文瑶敢会敢讲加油？不要紧啦，你等起甲伊签上节，伊若是袂感觉加油，那你就跟一间好日子，正式收你做客走起。黑勇，你讲好不？好啊，你讲的拢好啊。还没结婚就是某的啊！我真正叫文瑶好好跟你合适。哦，你太过客气啊！你文瑶是和你家家乖乖乖，你叫伊翁东，伊是唔敢翁西。那有，阮是互相尊重的。哎呦！啊！我巴肚真在疼了。哦哦，疼啊！在烂，巴肚当然卖疼啊！啊！你搁对我？哦，你这样子讲啦，今一招买伫中计，我哦变大用阿招来对付你啦。我你啊，赶紧甲杨克勇一头壳内迄个金面拿出来，甲印团献乎我。那照你讲的，印团袂因为安尼就死去。丢丢丢丢啦！啊，江总裁。你帮我刷好不？你我一条生路啦！哦，我爱你甲警团行李哦。哦，哎呦！根本就袂相信你啊！你若要继续拖，巴肚内糖啊，慢慢甲你断啊，加加断去。那时阵哦，你头大死，而且是死甲真痛苦。就疼，就疼！啊，好了。好了，江总裁，我已经马上去处理了。是讲哦，是讲哦，你爱我处理，我阿妈亏得处理才对啊。哦。这就辛苦啦。来，这加油啊！这是暂时压掉的。因妈妈。你若无处理好印团的代志，这药的效果若消失去，你赶快死个真凄惨。哦，那我知影了，我一定随去处理了。哦，这高总裁，哦，给我一次机会了，拜托你了，啊，拜托。这个念头，茶水里面只是普通的漏塞药啊，就把你惊到三魂七魄都走了了啊！你和那人过几摆，已经和我控制掉啊！我凊彩一个动作，你拢会想到，我敢有需要浪费我的生命去把你做法？为得啊，我有这么多办法会当治你。安怎？心好真多啊！多谢江总裁，多谢你。安尼啊，赶紧去处理银团的代志啊！我随去处理吼。我啊，是啊是啊，客运芯片也是摕出来，江银团是阮是无话的。啊，不过我若无先甲应付一下吼，我都要当场死给伊看。不管啦，会当解脱一阵啊，就解脱一阵吧。